送给我们四位每人一份作为收藏，然后同时也会在30Forte官方商城上架，敬请期待哦。然后呢，对，我们大家每个人都能够拥有跟就是我们小偶像同款的这个徽章。那他们不要买吗？就能拥有吗？当然要买了。啊，咋的？你要买给他们啊？也不是不可以。我也要。钱哪来？你说也不是不可以。我就给他们。佳怡。你要不让王小佳给你买吧？什么？你要不让王小佳给你买吧？你们四个都给我买啊！没有，我刚刚要十个，我都发给你们就行了。你说的，对，你给我十个，回去再说吧。